史记一年一月三十卷二史记卷一本纪一五帝本纪集解凡是徐氏义称徐姓名以别之。余者西氏应注解并及西加义。所引纪者纪也。本其氏而纪之故曰本纪。又纪礼也思履有纪。而帝王都称纪者言为后代纲纪也。正义正玄注中后期沈图云德和武帝作兴者称帝。又昆凌图云德配天地在政不在私曰帝。按太史公一世本大礼以皇帝安须帝固唐尧虞舜为武帝。乔州应绍宋君皆同。而孔安国尚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纪孙氏注释本并以伏羲神农皇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于武帝。